以赛亚书30:15这里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今天神的平安，神的平静要进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因为得救在乎回到神的安息当中。我听到神说，孩子，回到我的当中，回到安息，领受平静和安稳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需要归回安息，主啊，我们需要平静安稳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。主，我们再次的把所有的事情都交在神你的手中，主，你亲自的来引领我们。哈利路亚。主，我要单单的来敬拜你，主，我只是要单单的回到你的当中。
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，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后你是风浪平息。是的主，就是你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，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，我不害怕，我仍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，我不害怕，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，充满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，深深地跟我们的灵说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的动荡，我们看到整个环境的动荡，地震、暴风雨，
这一些都让我们心真的很不安，这一切都让我们心一直在处于不安的一个的状态，因为这些的风浪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平静的，这些的风浪带给我们是害怕，或许不仅仅是外在的环境的风浪，还有我们内心里面的风浪，可能在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经济、我们的关系里面都是我们的风浪，还有甚至我们工作所带下来的压力，这些都是我们的风浪。我感觉到神今天他的平安、他的安息就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但是首先我们真的要给神一点点的时间，让这个平安真的是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真要让自己的心思意念，还有我们手上的所有的工作，我们可以放下，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或者是你说我无法安静，我无法安静，但是我们就求神给我们这个的力量，让我们可以在所有的风浪当中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。是啊，当我们安静下来，我看到了一个的图像，我看到你坐在一个办公桌前，我看到在你头顶上是狂风巨浪，狂风巨浪甚至将你桌上所有东西都吹起来了，但当你坐好，你慢慢的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风浪、这个飓风就平息了。我看到你可以很安静的在处理很多的事情，甚至我看到你脸上有一个喜乐的表情，你边工作还边哼着歌曲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让我们在狂风巨浪当中，我们不害怕，我们不害怕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充满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有神，这个真正的安息就可以让我们在这个风浪当中继续的往前走，继续的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神知道我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。
知道你是我的神，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，我一生要
不害怕，因为我们有神，神会陪着我们，神会给我们盼望，给我们喜乐，神的平静安稳会进到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起来，起来宣告神的平安，神的喜乐会进到我们的内心，我们不害怕，我们要宣告我们不害怕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神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神在带领我们，神在带领我们。哈利路亚，是你的百姓，主啊，我们是你的百姓，我们说你就是我们的王，耶和华，你坐这为王，你在洪水泛滥，你坐这为王。主啊，我们单单的仰望你，我们单单的注视你，风浪就在我们的身边，但是都没有伤害我们，都不会靠近我们，因为你坐着为王。主啊，你就在我们的当中，就在我们的家，就在我们的公司，就在我们的国家，就在这个全世界宇宙万物，你坐着为王，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帮助我们这时刻单单的注视在你的身上，不是看左，不是看右，因为这些都让我们跌倒，都让我们被影响，但是神，当我们单单的看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荣耀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能力，我们看到的是保护，看到的是你的手臂包着我们，我们就在你的荫庇之下，完全是平安，完全是有保护和看顾的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来敬拜你，耶和华，你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直到永远。
着威望，狂风巨浪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威望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，耶和华坐着威望，
们赞美你，主，因为你配得，所以而赞美。主，我们宣告，主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主，我们仍然把我们的赞美，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。主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就是我们的好神。主，我们把所有极大的赞美都归给你，因为你配得所有的荣耀，你高坐在宝座之上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你是全能的神。主，我们把所有的敬拜、所有的赞美、所有一切的感恩都归给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什么的环境你有困难，你有巨浪，你好像在一个洪水泛滥的地方，你宣告耶和华坐着为王。如果是在你的家，你就在你的家里面说耶和华你坐着为王。在你的公司，在你的环境，在你所面对的人际关系，在你一个觉得不可能改变的一个事实上，我们来宣告
耶和华坐着为王。因为当神的王，神的宝座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神的荣耀，哪里就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有神的能力，就伴随着我们。所以这个时刻，神已经为我们打开天上的窗了，让我们带着神一个的信心进入在你的环境里面，大声的来宣告，大声的来宣告，耶和华你坐着为王。哦，神的耶，是啊，我们要宣告，是主啊，我们宣告，耶和华你坐着为王，你在我们的困难当中，在我们的环境当中，你坐着为王。主啊，你必赐给我们力量，你必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，我们可以胜过。我们要宣告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坐在我们所有的事情上。主啊，你更要赐力量给我们。我们宣告，我们所有的能力都是神你给我们的。主啊，你必要赐平安给我们，让你所有的百姓，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因着神你给的力量，因为你赐平安，我们可以在风浪当中，我们平静安稳。主啊，加添我们更多的能力，赐给我们有平静安稳的心，因为我们宣告，耶和华你坐着为王。耶和华你坐着为王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更多来宣告你的名，哦，在我们所身处的地方，哦，是的，主你坐着为王，哦哦哦，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，哦，沙利耶。就是我们的神，耶和华你坐着为王。主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主你坐着为王。你在我们的深处，你坐着为王。在我们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他们所处于的环境里面，你坐着为王。主啊，你必赐他们力量，你必赐他们平安，因为神你必应允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宣告是带着神你的能力，你的权柄释放出去，现在所有的拦阻都要离开，因为神你已经在我们当中坐着为王。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你是万物的主宰者。
宣告，神你就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不再害怕，我们继续的仰望你，我们继续的求告你，因为神你必听我们所有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以上的敬拜赞美祷告都归给你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神就在你的门的当中坐着为王，愿神祝福大家。